今天起得很早，要去打 HPV， 因为在社区医院预约了很久都没有约到，所以决定去北京的一家私立医院打。购买途径很简单，我这次是从拼多多下单，在前台签到的时候也有遇见从天猫下单的小伙伴。早餐吃的比较清淡，推荐我最近喜欢的咖啡胶囊。今天喝的是焦糖玛奇朵口味。吃完早饭就出发了，预约的是11点，我大概10:30就到了。前台直接签到，再去一个专门打疫苗的前台领取表格，填写个人信息，等待比较去打针就 OK 了。打针前，护士会询问一些情况，比如近期有没有打过疫苗，有没有感冒，身体有没有不舒服之类的。想要留下药盒的小伙伴也可以主动领取，总之体验还不错，也没有额外的费用。打完针后需要饮食清淡，保证不会引起自身过敏的情况下，没有什么需要忌口的。于是我们来到位于北京朝阳的万隆洲水产公社就餐，选择了网上推荐的粤式点心自助，但是等位40分钟就可见其火爆程度。除了会出现漏膳的情况，他家的虾饺和烧麦真的是好吃的没话说，推荐大家来试试。